你们看过包胶的素体，但是我相信你们没看过包胶的靴子吧？这个就是技术壁垒，突破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个人新接触的一个品牌，叫 PC Toys 特工敢死队，史泰龙和龙格尔。今天我直接把这两个全都拆开，感受一下这个1:12的啊。官方价格呢是450块钱，然后预定价格是430。话不多说，直接拆箱，咱们先看一下史泰龙吧。好吧，龙格尔先放一边，包装盒。现在直接把吸塑包装打开，咱们看一看每一个配件。好，这就是所有的内容物。我跟大家说一点啊，这款呢有一个新的技术，就是它这个脚型。这款它的鞋子是一个包胶的材质，然后鞋子的高帮呢不需要分体，能保持可动性和美观。反正我第一次看到，然后咱们还再看一眼它的这个手臂。这个手臂呢同样也都是包胶的材质，然后里面是一个塑料的关节，主体的头雕。1:12做成这样，我觉得已经挺不错的了，肯定会有进步空间的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是做成这样，目前为止我觉得还可以。当时出这款系列的时候，我就比较关注了，开箱感受一下这款什么样。这两把枪呢，就是 M1911， 它这些分色包括它的细节也都给你做出来了。一把突击步枪，一个战术贝雷帽，整体是一个软胶的材质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的细节呢，这个黑漆面也做了这种分色的涂装。一把左轮手枪，这些武器呢全都是没有可动机构的，跟大家说一声。但是做了这些细节，
好啊，还是好啊，要看一看能不能站立。OK， 站立性也是没问题的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把这个龙格和史泰龙全都给组装上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帅气的动作。